Chào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nha, đã trở lại kênh HBK Gaming của mình. Thì video hôm nay sẽ có 3 điều cực kỳ là hot mình muốn thông báo đến em. Đầu tiên là có code mới. Đây, anh em vào nhập cho mình ha. Đây, mình có copy dán rồi. Code này thì mình để dưới phần mô tả ha, anh em bấm vào copy rồi dán vô. Đây. Ok. Code thì chỉ có một vé vàng thôi nha anh em. Đây. Code một vé vàng thôi, nhưng mà kệ. Vậy là quá ngon rồi anh em. Đấy. Có còn hơn không? Ủa đâu mất tiêu rồi. Mình bấm nhanh nó không thấy luôn rồi anh em. Rồi tiếp theo cái thứ hai á, mình sẽ cho anh em xem trailer Luffy Gen 4 nha anh em. Có trailer rồi, khá là ngon luôn. Và cái cuối cùng thì mình sẽ cho anh em xem full bộ skill chiêu thức của nhân vật Cavendish ha. Anh em xem tham khảo rồi quyết định có nên lấy hay không nha. Đây, ok. Anh em cùng xem nha.用剑的角色，他的平A肯定是用他手上的双剑砍出整整五段的这个伤害啊，然后也是可以一个持续连招。然后再说完他的普攻之后呢，就来介绍他的一技能啊，我们的美剑青鸟。美剑青鸟是使用自己的剑向前去突刺和冲击，然后他会有一个一技能追加力，大概是有一个半场的距离。 打出去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向后的一个小位移啊，是的，这个小位移就是我们的美剑心血王子，也是持续向前方刮出剑气，同时会有一个持续的顺身追击。如果打到，然后其实是可以向前直接冲到对手面前的。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小龙梅尔的连右，就进入我们龙梅尔连右白马形态。 持续从地图上消失，然后进行一段追击，进入我们到我们的白马形态，然后地图现在是能达到半个地图，甚至乃至于接近一个地图的情况。然后一技能的追加也是持续的去进行劈砍。原作里面他进入了第二人格之后，其实。 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速度非常快，对他的剑术其实在设定里面是会加倍的嘛，对，所以自然也会有这个设计。然后他的第二个形态就是美剑圆桌，然后也是会持续去旋转后面刮三道剑气，就算没有命中也会有一个向前追击的追加技能可以让他去近身，他可能是远距离保护，然后去藏一个追加去近身也可以是持续去进行连招。然后大家可以看他的。 剑术，我们的普通攻击其实差别不大，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残影，它的速度会非常快。是的，残影是什么呢？大家看它的 EA 的这个状态啊，是有无敌的，也就是它是我们热血航线非常罕见的一个，它平 A 是带短暂无敌帧的一个。再来看它的，对吧？我变身之后的这个小奥义，龙梅尔连用形态的小奥义，大家可以看。 好像放我们的小奥义的时候，你只要持续的去快速的点击普攻，就会有追加的伤害，然后它的伤害最高也可以在普通的小奥义的基础上会达到可能 1.2 倍、 1.1 倍的。可以看到小奥义打出的刀光是明显变多了。是的。然后在这个白马形态之后，就可以进入它的旧级奥义，就是它的瞬域。瞬域相信大家在昨天社区的展示视频中也有看，也是。 非常还原原著场面的一个情景，我们一个实时演算奥义也是会把敌人聚集到这个竞技场最中心 ，Z 字展示向前进攻的时候，命中对手不用看到，其实它的有一个彩蛋是，它每一道的这个刀光追加刀光是没有保护值的，就是进入半半形态之后，理论上是打伤害会最快最高效的一个形态，然后它的一技能，它的 一技能的白鸟符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追加，在这里它会连续发出我们的六段的这个剑光。然后这里跟大家说，大家的这个激斗技能可以切回它之前的这个白马形态。大家也可以看，其实我们还做了三个头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左上角其实就这个白马形态，然后切过去的这个半半形态，还有凯文迪修的这个本体的形态，他们其实是三个不一样的头像。对，不一样的形象。
然后说完了这个技能之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我们的激斗技，也就是我们的玫瑰旋风。玫瑰旋风其实是一个可以直接回复一格怒气的技能，但是呢，因为它进入半半形态或者进入我们白马形态是需要去激斗技去进行切换的，而这个玫瑰旋风是没有办法进行切换的。它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非常快的去获得怒气，让它能够去进入新的形态，但是呢，它进入新的形态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再像这次斩一样去这么自由的去切到另一个形态中了。这也是它相对来讲它的下限是更高的，但是可能因为不吃资源嘛，但是上限可能会更低一些，总要付出一点代价的。对，然后刚刚这里我进入的是那个白马形态，这次直接进入半半形态，大家会看到进入半的这个形态之后，它的这个玫瑰旋风在进入形态之后，既然它之前是回怒气，它进入之后肯定也会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就是它其实是刚刚大家在文字中也看到是会有一个隐身的效果，也是一个相对来讲短 CD 可以在竞技场中去跟对手持续的进行拉扯和博弈的一个技能，非常的灵活。是的。然后说完了它这些怒气的凯文迪修，其实它是可以非常就是可以有非常多的连段，比如说你任意的情况，假设你通过小奥义去吸收，好，然后直接你看我刚刚无限火力其实是一个关了的状态，然后还可以再放，哎，我忘记按了，再放，然后通过这个瞬身斩再放，然后再放伤害卡的准不准了，再放，大家可以看4358，但是我其实有很多技能是没放完的，大家可以看到保护者完了，哎，我追加奥义没放，56610点的伤害啊，然后其实放上奥义也是一个80000点的伤害。其实这刚刚因为我在一边说一边跟大家打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快的连招，可能没有让大家，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操作难度的，对，没有让大家看清楚，因为它这个 Z 字斩也跟大家说一下细节，就是其实它比如说把对手击飞之后。我进入一下状态，我进入一下状态，它的落地其实是不太好接的，是要去看它落地的高度的，比如说你直接一交这样去接上，你其实它有可能如果不是面对墙角是有可能把对方带偏的，大家可以去通过这个控制 Z 字斩的这个范围，然后来去切换形态之后可以继续再打一套新的连招。是的。然后刚刚给大家打了56000的